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费小四。之前看到 B 站有个视频说吃欧包可以减肥，正好最近隔离在家，稍微胖了那么一丢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要吃这个。首先我上网查一下，哦，原来欧包就是欧洲的面包啊，这个名字，真的很有深意呢。所以我就点开视频看了下去，究竟能减多少呢？打开视频，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是欧洲的面包，能减肥？这不应该是增肥的吗？说明书看错了吧？这么多奶油吃了不要太腻。跳到最后看他的减肥成果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就算能减肥，那减的也是负数呀。当然吃真正的欧包应该的确真的能减肥的。我们去看看真正的欧洲人天天吃的面包都哪些吧。首先是最常见的法棍，我们会加起司吃，干吃也很香。然后就这边各种各样的欧包啦，也有添加点别的。这种是最常见的千片面包们，有全麦、谷物、坚果等等可供挑选。还有一些小花样，比如说菠萝包啊，加了迷迭香的饼啊。可颂和巧克力螺旋也非常好吃。还有虎纹的切片面包，各种面包有很多种类，吃的对肯定能减肥。祝所有在减肥的小仙女们都能减肥成功呀，小四也在努力中。喜欢小四和小四的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